哎、欸，他们已经要 march in 了哎、欸。然后他刚刚这样子很紧张。紧张啊！请问你跟 Aaron 打球的时候，你最讨厌他什么？Welcome to my blog。今天是我们羽球国手 Aaron 的结婚婚宴。你看，我已经到了这个非常豪华的 Majestic Hotel， 然后今天也会跟我的老婆 Gladys 一起出席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大新闻，我一定要拍 vlog 给你们看。首先要包红包，红包就要写上名字、朱浩仁和 Gladys。OK， 没问题，自丑啊一点呢、啊，我不用紧了，这叫红包大风。到底羽球国手的婚礼怎么样呢？我也可以拿来参考一下，因为毕竟接下来我也是要结婚了，所以啊，就看一下他们的摆设怎么样。Hello， 哇 ，Aaron、Chia 还有美琪，你看他们的婚纱，哇，这个一定有修过，他应该不是这样瘦。哇，很特别哦，他老婆很漂亮哎，他们还有拍照，会印出来给我们。他design的什么吗？真的哇，又有更美啊！很多人嫌弃我的，哎呀，还美咗个鲨鱼嘴。OK， 走，我们进去。嗨，各位，你好，谢谢你们。他们的两个好兄弟。真的、啊。Say hi。Say hello。Say hello。Hi。请问你叫什么名？你穿的好漂亮哦，你穿的好像结婚。你老公是谁？哇！哎、欸，他们已经要 march in 了哎。然后他刚刚这样子很紧张。紧张啊！要 march in 了是吗？咚咚咚 ，OK。哇哇！嗨喂，欢迎啊！其实我知你两个人喺你呢度 check 下，系咪要呢个地方系咪？要讲，在优秀，不用这样大反应的。刚才，你的手腕，你的手腕，哎哎，你的手腕，手腕哪里有见过？哎哎哎，你的手腕怎么了？哎，你有什么给我穿啊？我们在这个时段发生了什么？擦什么嘛？边度教你两个？真唔够。雪橙拎你唔使边个嚟咩？哎呦呦，音乐响起哦，音乐响起哦，应该是要进来了。我跟你讲，这边我看到很多大牌，很多艺人，很多网红。哇，新人要出来了，新人要出来了。尴尬了耶。没有尴尬，还好没有那么紧张，做 MC 哦，还好。好耶啊！哦，看 video 而已。哦，放大给全部人看他们的结婚的影片。欢迎我们的新人入场，掌声有请。OK， 他们在切蛋糕，我 vlog 因为是 wide angle， 应该拍到很小给你们看。我做呗。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位新人，为我们带来意义非凡的切蛋糕环节。接下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，有请两位合作，谢谢。OK， 他们的台上有什么呢？哇 ，Mr. Bonito， 哇，送给我们的，打开看，呀，那个 so cute， 这做蛋糕了，是 one tablespoon， one teaspoon， 还有什么 mini defense， 我要去接 power bank， 我 vlog cam 又没有电了 ，Hello， Hi， 喂，请问你有 power bank 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来。我的 vlog cam 终于有救了，接下来的影片呢都由 Vincent 冠名播出，因为是他借我
我那个 power bank， 他特地去他车，然后拿上来给我，所以Vincent 啊，大家记住他的名字 ，Vincent， 我是杰毅的老公、男朋友，快乐老公。大家吃饭啊，吃饭。OK， 一道菜，鸡肉，还有这个烧冻，太好吃。还有这个燕窝。还有这个海蜇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道菜啊！好，我们的新郎哥已经在我身后啊！我怎样看他都好像欠了一个白冰灯牌。新郎哥来了，你这次还敬酒吗？还没有，还没有啊 ！OK OK， 来拍照。OK， 总算跟新郎拍了一张合照，没有遗憾了。新娘拍到一张合照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OK， 这个呢，他本来要送给我们的情景，不过呢，因为太忙了，他没有送到来我家，所以现在打开来看。哦，收到一滴个一样哦。本来他那天拿我家地址，想要亲自送过来，然后没有这个情景，没有这个情景，真的有幸。不过刚好我又不得空，而他又不得空，一直没有对到时间，就没有送了。今天再送到。OK， 来，他是我接下来羽球队的顾问教练。你也算是国家队，算是国家队，还是是自由人的自由国家队的。所以还有哪里有国家队的人在这边？这边大多数都是自由人，他们是国家队的。OK， 你好，你好，自由人这边，这边大多数是自由他们的女朋友啊、老婆。OK OK OK， 是无卫生哦，就嗨嗨嗨。然后他们也是有啊，那也是有一些国家队的一些事情。还有几个人啊，教练啊。因为我也不熟嘛，所以就找个想熟的人来讲一下这样。可以可以。OK， 总之这边有很多国家队的队啊，也有很多自由人的国家队或国家队的自由人这样。然后这边还有谁？有黄道伟，这边就是麦的台了。OK， 麦的台，嗨！最近就跟他们在拍戏，刚拍完一个贺岁电影叫《发财联盟》，记得去看啊！新年都啊，这个就是我接下来的羽球队的队长。最差不，这个没队长了没？最差不，队长。不讲你队长，好玩啊！打字打的真厉害。哎，你还欠我舞蹈。哎哎，我在聊 club 喜欢表演，然后只要再多一次，这个老板，这个老板比较厉害，你欠我的编舞就要改过。还在消化。第二套服装。Without any complaint, sometimes 小小声这样。Then I have and will make sure you have the happiest life together with me. I want to be the best father to our kids and the best husband for you. Yeah. I love you. Yeah. Thank you everyone for coming. Hope you all had a great night. Thank you. Yeah. 向老婆表白。好美啊，婚礼。
表情。表情啊！哎，本来想说不要打扰到他太多时间，就小 B 拍，结果拍到一个我的表情这样丑的照片，而且脸最大嘛，要 pose 也不容易。哎，我看还是吃甜品就算了。哎，我们的甜品来了，我猜里面是花生。对，有点咬着，他讲里面是花生。重点是哦，你转捏镜头来一下，重点是我们都咬出来了，你还讲？跳舞又有，聊天又有，这么多天聊了没？那我们五个还是坐在这边享受美食，看到？但是我们是尊重这个完美的，要吃完。妈妈讲过，吃饭的时候要坐住，不要走来走去。不要像他们家，你要这边走。呀！两三。终于问到了，他也是还没有女朋友的，所以你的择偶条件是什么？最重要是要理解我们这个行业啊。哦，有多难理解这个行业？确实挺难的，因为我们是要一直出足球比赛的，每一个月都。哦，像你一个礼拜打多少次球？一个礼拜有六天我们在练习，九礼拜罢了。哇啦，礼拜少一点。所以看到你的 brother 结婚了，有什么感触？我也想快点结婚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他也想要快点结婚，好，所以可以去他 Instagram 那边 message 他。他单身，单身啊！只要你能理解我们国家对羽球国宝级的这个任务有多重要的话，你就可以当女朋友啊，就这样简单嘞。OK 啊，一定很多人会投，你慢慢选啊。OK 啦，我们要走了啦，所以应该看不到七七八八啦。除了李宗伟没有遇到他拍给你们看之外，我们的双打冠军也拍了给你们看。所以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了，我们要离开了。See you in the next vlog。祝 Aaron 还有美琪新婚快乐，拜拜，幸福下去哦。没有，再生多第三，对，第三，我们已经两个女儿，再生多一个。